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今天又来这个城市的啊，再整一下楼下。感谢。好，我也在这里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是干什么啊？我家是这个河。河啊。身体蛮好啊。好。你还有没有顾的就是嘛，老婆去。有那个什么东西了？东西，你去叠吗？你看后。你有个手机。手机啊？对，都去就得了。好了，好了，谢谢。身体啊，蛮好，身体很好的啊。是好的啊。你看一下吧。突然一点。这么大啊。这个应该是一个。那个狐狸的这个带，可能带到这个方面来了。这个游戏。狐狸的，这个可能以前也是。高古玉，这个也是一个狐狸白玉啊，也是一个鼻，门心鼻啊，龙魂城墙啊，苏龙，啊，等一下可以啊，等下鼻息滑动。这个愿意去手吗？去手猴子猴子，不是啊，看你去的好多年纪。去的好多年，这不要紧，一年份呢，不是卖过猴子。你多少钱了？5000块钱。5000块钱。这个玉就可以，这个玉就。这个多少啊？这个没有到清代啊，这个也是可能个几十、100多年啊，没有100-200年，那是这个呢可以。这个5000块对吧？那东西还是可以，但是这个呢怎么说呢？因为品相也不是太好，这个也是高估的，稍微价格高，反正还是很少有人买。5000块钱你输一点啊？不用，优惠一点，用点就多了呢，我们还能不能够再一点钱？谁要不要？4800啊，4800，4800块钱，这个不是太好。好嘞，再数也不得4600块钱了，好吧？4600，我这个东西不是太好，4600块钱你做点可以，你想卖，你做点不可以你也可以留住。我老人家我也不好意思，你们的价我也忘了，价的话也怕粉丝朋友他们说什么，老刘这么黑。所以呢，你认为觉得可以，我也花那个400块钱，我5000块钱，我就给你4600。你觉得可以，我就给你拿，不可以，你也可以不卖。那就要不我们下次有人看到了，有人出这么多钱，我再来买你的也可以。你看你认为怎么样？便宜点，便宜点，要不你先不卖。我小小人家给这个吧。家姐，你有4600，我知道，因为这个不是太好，这个不好卖的。这个我跟你讲句实话，这个只能卖个1000多块钱，1000我就卖了，我就买去的话，我1000，我给你打个1500，这个要打个3000块钱，所以就4500块钱嘛，不是4500嘛，这个打3000块钱，我就有人要，我要能再给你2500，我就卖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是这个可以，3000块钱左右。这个1500不是属于就是4500吗？你认为也可以，我想买不可以，你也可以收着，我下次来买也可以啊。你这个买。4600可以啊，4600的我要给你买了啊，我拿钱给你啊。4600块钱啊，你收好啊，收好了，反正，
就是咱们将来以后有机会来，我也赚点钱，我也给要什么再买给我，我下次给你拿多一点给你啊。好好好，这个准备给他，因为这个啊，花台，这里能做吗？也能做的。好的，我去往这里做啊。好，感谢啊，下次有机会再来看你啊。好好，走了啊。